接下来我要示范几个瑜伽的动作，伸展到大腿与屁股的肌肉，感觉翘二郎腿，然后另外一只脚抬起来，双手穿过去抱住大腿，呼吸吐气，再一次呼吸吐气的时候，左侧脚靠近身体，这时候也可以感觉到右侧脚的大腿与屁股被拉开，一样配合呼吸停留10到15秒的时间，然后松开，换另外一只脚，左脚翘二郎腿抬起来，双手穿过去中间抱紧腿，右侧腿呼吸，再一次呼吸的时候往身体更靠近一点，配合呼吸停留10到15秒的时间，可以做3组的循环。现在4组跪姿，要注意手掌的位置是正对在肩膀下方，膝盖正对骨盆，4组跪姿往后，注意脚尖是踩地的哦。现在脚尖放下，往后，婴儿式，感觉到背部一节一节拉开，手掌往前延伸，可以维持到2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放松背部的肌肉。好，起来，一样回到4组跪姿，脚尖踩地，一样确认手掌的位置是正对在肩膀下方。好，接下来做猫式，背部拱起来，也感觉到脊椎一节一节的拉开，感觉到肚子下方好像有一颗很大的球，配合呼吸。好，接下来下来，脚掌放下，头往前看，屁股往后撅，再回到婴儿式。